管制线之后，推到管制线之后，再麻烦您。好，我们欢迎大西家天宫，大西家天宫也来到，好，来到龙源宫，我们家天宫来到龙源宫来恭祝香龙腾，龙源宫香火鼎盛。是我们大西嘉天翼龙团，嘉天翼龙团，我们的龙队，谢谢我们所有团长啊，及所有的执事啊，来到我们的现场，谢谢，欢迎您。我们各位乡亲朋友们，哇，热情掌声，谢谢我们的嘉天翼龙团，翼龙团的龙队呢在这边来恭祝龙源宫香火鼎盛。谢谢由龙源宫主任委员陈德雄主任委员率领全体委员来恭祝大西嘉天翼龙团香火鼎盛。
哇，热情掌声，谢谢我们一年一度元宵节的活动，非常的欢迎我们所有的各大宫庙以及所有的镇头来到龙源宫庙城广场前来参加2020龙潭迎古董接财神的活动。我们在今天元宵节的当日，我们上午有千人的寡灰比赛，下午呢我们从5点有来财神爷绕境祈福的活动，我们一直持续到待会各位，我们即将在8点财神爷要来焕发财神母亲，焕发财神母亲的位置也在东龙路，在东龙路这边。